大家好，我是黄敏琪。垃圾徵費即日起在全港14个地点先行先试，但深水埗有三毛大厦住户说至今仲未收到指定垃圾袋，门外告示又被撕走，批评政府配套不足。海报现在都被人摸完，前日先黐嘅就嗰张，我仲未正式睇，我琴晚翻去睇下，但我睇落去都唔见到有话领攞垃圾袋去边个地点攞。你俾個定點，人哋試點嘅話，你要必須有個人專門去派垃圾袋啦。咁要譬如話嚟講，啲確保呢一棟大廈嘅人每一户都攞到啲垃圾袋咁樣樣咯。咁但係你而家咁樣個狀態嚟講，係咁樣見人就派咧，我唔建議係咁樣樣咯。我已經掉咗啦，我唔理啊嗱。嘅四点除咗深水埗北河街同长沙环道呢两栋三毛大厦，咁仲有公共屋邨位于荃湾属房协嘅满乐大厦安宁楼、房委会嘅柴湾连翠村、私人屋苑九龙城城龙居、西九龙政府合署、咁大埔新达广场、屯门卓尔广场，仲有屯门嘅两间院舍，以及金钟、旺角同新蒲岗等四间食肆。政府话会免费提供指定袋同标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领导跨部门小组监督，试行期间会收集数据和意见。第一阶段管制即弃塑胶产品今个月22号开始实施，涵盖即弃餐具等等。业界话或者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当局强调会由源头减费。仲有大概三个星期，第一阶段走塑正式实施。胶的餐具和饮管等将会逐渐绝迹餐厅。这间西餐厅两个月前开始改派木制的餐具，以符合法例要求。食客方面我想就有少少顾虑，因为那些木的刀叉就没有胶那些那么硬，还有切东西的锯齿又不是那么利，所以变成这个我相信就是主要在客人方面会有一个不方便。有餐饮业界就话，好多食肆，尤其是中小型嘅，目前仍然按兵不动，未开始揾胶嘅替代品。一啲环保嘅用具嘅话咧，咁、那个价钱上平均嚟讲咧，大概系有三成啊，甚至以上嘅升幅嘅。一啲食肆咧喺个经营环境唔系话咁容易情况之下咧，亦都唔想话贸然立刻去采用。环保嘅餐具，而将佢哋嘅成本增加咯。咁呢个唔系话因为迫在眉睫。香港人有时我哋都有嗰啲咁样嘅习惯咧，就系咧吓，好多嘢去到真系要做嘅时候咧，先至会吓即系慢慢啊执起嚟搞啊咁样嘅。虽然咧喺我哋早在咧，我谂旧年八月十月咁上下咧，已经开始嚟到做呢个宣传。你都眼见咧，都系近呢两三个月嘅事情啊，大家开始嚟到系紧张啦咁样。走数呢个咁样嘅计划呢个法例咧，即系个特点咧，就喺个源头同埋个供应者嗰度嚟到系改变。谢展环话：法例生效之后有半年嘅适应期，餐厅可以将剩翻低嘅即弃塑胶餐具用埋佢。对于食肆会唔会将走塑嘅成本转嫁俾消费者，佢就话替代嘅木制刀叉等近年价格已经下降，同胶刀胶叉差唔多。最贵嘅系饮管，每支成本都只系贵咗几仙。无线电视记者钟卓希报道。休息翻，有其他消息，转头见。餐饮业界代表话，复活节假期期间整体生意额比起去年同期跌最少三成，其中高级食肆的影响最大。如果话日间的生意咧，都已经系少咗两成。甚至以上的整體來講，咁到夜間的生意呢，開頭我估計大概是跌三成左右，但是如果照現在
所睇咧，係唔止嘅，可能會跌超過四成以上嘅。咁呢個咧就對餐飲行業嚟講咧，真係響一個幾大嘅警號啊！如果同去年嘅復活節比較嘅話，我哋嘅生意都整體嚟講跌三成以上啊。舊年雖然兩地開通啦，啱啱。咁但係咧，仍然有唔少嘅香港市民咧係留港消費嘅。咁而最受影響嘅一啲餐廳咧，反而係一啲高端嘅食肆啊。因為呢百幾萬嘅市民嚟港嘅話咧，咁其實都係一啲消費力高嘅市民啦。留翻喺香港嘅六百幾萬嘅市民嘅話咧，咁唔係話佢哋冇消費，咁但係咧，似乎嗰個消費力度咧就真係減弱咗好多。复活节长假期最后一日，入境处话截至朝早十点，有超过55,000人次入境。其中经罗湖同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人次分别系7,300几同5,500几，当中9,600几人系香港居民。入境人次最多嘅口岸系港珠澳大桥，其次系机场。深圳边检总站预料，黄岗、福田、罗湖、深圳湾同莲塘等陆路口岸出境方向，中午12点至到夜晚10点开始会系过关高峰。有本港居民提早由内地回港，希望避开人潮，咁又话朝早过关好畅顺。有团体组织京港两地学生喺北京一齐上柔道训练营，希望佢哋用新嘅方式交流。并且邀请到6个香港警察做教练。住北京记者张永欣去睇过。柔道入面最具代表性的蛇身技巴头，呢日在北京上演。这个为期2日的柔道训练营，邀请到香港警察柔道会6名成员教授柔道技巧。香港和北京的20多位学生由着柔道服、绑导带开始学习，因为这是一个可以合作的过程，然后也可以保护自己。我都好想接触警队系点样教我哋普通嘅市民系去学呢啲柔道防身术，都会提升我未来去考警队嘅一个兴趣或者系方向嘅。喺训练营入边，警方亦都准备咗几堂防罪意识课堂。我哋今次嚟到北京嘅几位教练咧，都系嚟自警队唔同嘅部门，咁可以俾佢哋咧可以多了解一下我哋警队唔同嘅工作，咁对于咧有意投考我哋警队嘅同学仔咧系有帮助嘅。中联办北京联络部副主任张有才鼓励学生将个人未来事业规划同国家发展大局紧紧相连，展现新一代香港青年嘅担当，为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同力量。主办方话，希望两地的青年可以尝试新的交流方式。因为我哋理念其实一路都是希望内地和香港的同学系有机会聚埋一起，因为北京和香港其实文化差异都比较大。柔道主要有3种技术，分别是手技、脚技和腰技。学员呢2日会透过游戏和小组练习学习呢3种的入门招式。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张永欣报道。各位，我是彭建华。复活节长假期最后一日，入境处话截至朝早十点，有超过55,000人次入境。其中经罗湖和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的人次分别是7,300几和5,500几，当中9,600几人是香港居民。入境人次最多的口岸是港珠澳大桥，其次是机场。深圳边检总站预料，黄岗、福田、罗湖、深圳湾和莲塘等陆路口岸的出境方向，中午12点至到夜晚的10点几开始会是过关的高峰。有本港居民就提早从内地返香港，希望避开人潮，又话朝早过关好畅顺。费事逼啊嘛，咪到时你排好犀利噶，如果你中午翻嚟唔得掂啊，一定系朝头早好迟啲咯。今日翻嚟仲够少人，10分钟都唔使，就已经内地过到嚟香港。系我啲系落马洲过嚟噶嘛，好快，真系好快。
所以到处都是香港人，我觉得那边深圳全部都听到那些人都是讲广东话，很多香港人啊。回来上班啊，今晚要预早了，我怕多人那些这样。我都会的，所以我提早回来了。是的，原来回来的时候呢，原来很畅顺，没什么人。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昨日有超过18400架次的车出入境，再创新高。上星期四开始去到昨日，四日经大桥珠海口岸出入境旅客超过480000人次，香港旅客占近六成，超过280000人次。单日最多80000港人经大桥进出珠海。至于车流量，四日一共超过68700架次经大桥进出珠海。在澳车北上、港车北上带动之下，约一半旅客搭私家车出入境。港澳单牌车占超过64%。当局分析话，今次同过往港澳公众假期比较，客流同车流高峰嘅时间更长，日均高峰嘅时间持续超过12小时。当局提前加开查验通道，最大限度提升通关效率。复活节假期期间，唔少港人外游。有旅行社說，客量較去年同期多一倍，其中到內地上升三倍。首先日本線呢，其實去年2023已經回復得很好的了，請得香港人去日本已經回來，是同比2019的211000人。咁今年的復活節呢，是去日本的客數呢是輕微上升，因為那個去年的底數已經是比較高的了，那去日本是升了是約莫是10%那麼上緊，東南亞亦都是回復返在跟去年同比的復活節呢，是升返是約莫1倍，那亦都在長線的非即是歐洲等的地方呢都升返是1倍的，那但是最犀利的就是我覺得是吹緊中國風，即大家都一窩蜂去中國，但不是只是去大灣區或者深圳玩，所有線路都可以說是百花齊放的。如果是用這個去年同比的中國線呢，是升了是3倍的人次的。有餐飲業界代表說，復活節假期的期間整體生意額較去年同期跌至少30%，其中高級食肆的影響最大。如果話日間嘅生意咧，都已經係少咗20%，甚至以上嘅整體嚟講，咁到夜間嘅生意咧，開頭我估計大概係跌30%到啦，但係如果照而家所睇咧，係唔止嘅，可能會跌超過40%以上嘅。咁呢個咧就對餐飲行業嚟講咧，真係響一個幾大嘅警號。如果同去年嘅復活節比較嘅話，我哋嘅生意都整體嚟講跌30%以上啊。舊年雖然兩地開通啦，啱啱。咁但係咧，仍然有唔少嘅香港市民咧係留港消費嘅。咁而最受影響嘅一啲餐廳咧，反而係一啲高端嘅食肆啊。因為呢10多萬嘅市民嚟港嘅話咧，咁其實都係一啲消費力高嘅市民啦。留翻喺香港嘅600多萬嘅市民嘅話咧，咁唔係話佢哋冇消費，咁但係咧，似乎嗰個消費力度咧就真係減弱咗好多。垃圾徵費即日起在全港14個地點先行先試，但深水埗有三毛大廈住戶說，至今仍然未收到指定垃圾袋，門外的告示又被撕走，批評政府配套不夠。海報現在都被人摸熱，前天才黐的，就我還未正式看，我昨晚回去看看，但我看下去都不見到有話領拿垃圾袋去哪個地點拿，你俾個定點人哋試點嘅話，你要必須有個人專門去派垃圾袋啦。咁要譬如話嚟講，啲確保呢一棟大廈嘅人每一户都攞到啲垃圾袋咁樣樣咯。咁但係你而家咁樣個狀態嚟講，係咁樣見人就派咧，我唔建議係咁樣樣咯。我已經掉咗啦，我唔理啊嗱。14個試點，除了深水埗北河街和長沙灣道這兩棟三毛大廈，還有公共屋邨位於荃灣屬房協的滿樂大廈安寧樓。
房委會的柴灣連翠苑、私人屋苑九龍城城龍居、西九龍政府合署、大埔新達廣場、屯門卓爾廣場，還有屯門的兩間院舍，以及金鐘、旺角和新蒲崗等四間食肆。政府說會免費提供指定袋和標籤。政務司副司長蔡永興領導跨部門小組監督，試行的期間會收集數據和意見。休息回來有其他消息，稍後再見。回來新聞時間，本港去年經歷500年一遇暴雨，多區都出現嚴重水浸。為應對極端天氣，消防處加密潛水組訓練和添置橡皮艇等的裝備，加強在水浸時候的救人能力。救命啊！真的不救一位，各位救命啊！消防員在水裡面救人是最基本，水底搜索和拯救難度更高，要由消防處的潛水組負責。現在全組有超過100個蛙人，除了一般水底救援，嚴重水浸的時候他們都要出動。本港去年已經出現幾百年一遇的暴雨，消防處說早在2016年已經預示有極端天氣，開始加強各區應對水災的能力，包括所有前線消防員都需要參加急流及水浸拯救訓練。以前是一天的水浸行動員的訓練，我們現在都加強到消防員接下來是兩天的水浸應變員的訓練，即是說他們有能力去自救之餘，他可以亦都救到市民，救到被困者。開始訓練各級的消防員開始使用橡皮艇的拯救，有一些艇已經放在潛水車上面來時接物，裝備亦都與時並進，包括引入水底機械人，設有定位功能，聲納設備協助在混濁海底入面搜索，覆蓋範圍大約100米。近年不時有工人在沙井入面工作的時候發生意外，潛水組要入去搜救，就要穿上這套戰衣，但是要成功救人難度都不小。這個視野是零視野，在溝渠入面，我們潛水員也都要用手 去摸，去做搜索的時候它是靠觸覺靠感覺去做搜索。沙井裡面的有毒氣體，除了有害的污水之外，有毒氣體我們都擔心，我們要做通風，亦都怕沙井下面其實有機會是水流突然之間轉急的，我們都擔心潛水員會衝走。每次開是開三個沙井蓋來確保我們潛水員的安全，通訊做好各樣的支援，我們才會落潛水員去做救。要加入消防處潛水組一啲都唔易，首先佢哋要有3年嘅行動經驗，再有一定嘅游泳要求同埋驗身，再完成4星期嘅救援潛水員專業證書課程，先至可以入到隊。本線記者劉俊玉報道。可可期貨價格屢創新高，曾經升穿每噸$10,000。日本地朱古力零售商就話成本增加，但為保銷情，未能夠全面轉嫁消費者，用另類嘅方式抵消成本嘅壓力。复活节是朱古力消费的旺季，不过原材料可可豆价格今年以来不断飙升。有本地朱古力零售商说需要变阵以抵消成本压力。整體市場朱古力去到10%㗎啦，我哋升幅係 within 5% 內，咁即係可想而知，其實嗰個成本係嫁咗喺我哋嗰度咯，減少咗個 profit。設計咧都唔會係全純朱古力，裡面都會有啲糖啊，產品個面積嘅大小就會細咗啲啦。咁但係亦都又唔可以因為將貨就價，就係做啲質量比較差或者缺乏設計。由於佔全球大約3%的可可生產地西非國家科特迪瓦和加納受不利天氣和蟲害問題影響收成，更加有農民因為種植可可無利可圖而出售土地，令到供應短缺情況加劇。消息說加納今年可可中期收成可能只有25,000噸，原本的預測是15萬噸。
供求持续失衡，可可期货价格今年以来已经累升超过一倍，三月更加一度突破每吨10,000美元水平。不过有分析相信可可价格高企的情况不会持续。它永远干旱，永远水灾，不会的。水灾干旱是一个短时间，长远来的我们都会预期它的天气正常。过去个经验话俾我哋知咧，好多农作物价格系炒旱灾咧，炒天灾嘅话咧，咁啊佢由乜嘢位升，咁啊升到嗰个位跌翻落嚟咧，都系跌翻嗰个位嘅。咁所以你话跌翻落嚟，而家落翻嚟5-6千蚊咧，稍后时间回复落翻5-6千蚊，呢个绝对唔出奇。佢话短期朱古力价格无可避免会受可可价格升势影响而上升，但预期到咗第四季另一个销售旺季，朱古力价格会随住可可供应增加而回复正常。无线电视记者卢佩欣报道。小米第一款电动私家车在内地市场反应热烈，可以入手第一批车的优先购买权转让价一度升至10万元人民币。北京、上海等地的小米门市近几日都有不少民众排队等候试驾最新推出的电动私家车，体验之后他们又有什么看法呢？我已经下单了呀。你主要是看中哪一点呢？智能型的，该手动的时候不手动啊，从后视镜往里面收一点，左侧的往里调了10%，没调到位啊。国产的车造的真不错，试驾一圈还是感觉开车从提速也好，各方面都不错，觉得合适了就尽快赶快把它定下来，然后就看能排到尽量就往前排呗。部分民众就希望可以尽快攞车，二手市场上就涌现声称可以率先买入第一批车的优先购买权，开价最高达到10万元人民币，亦都有人转让订单。不过有业界人士就呼吁消费者不要急于一时。因为很多品牌的第一台车通常它质量的生产线还要需要磨合的，是未调整好，到时就算卖给你就算便宜一点，其实都是一台二手车的，你要过一次户才可以到你的名下。小米电动私家车上市一日已经确认有近90,000张订单，根据业内数据显示，今年头两个月内地新能源汽车产量和销量都按年上升近30%，市场占有率达到30%。有业界人士就认为新能源车的战局已经进入平稳阶段，加上官方推动以旧换新，估计市场会回升持续走强。无线电视记者陈雪怡报道。转头会有另一节新闻。